一个月领这么多钱呢，如果叫你回存一万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有十万人，一个人存一万块，成立飞讯控股公司，绑在一起了，是不是新财团成立？是。然后呢，我们有没有就由这十亿去买一家叫泰山沙拉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跟表哥讲，差你那两瓶，我就去夏威夷。表哥说什么？好了。好了。那总共一千万个表哥，通通说好，有没有？买两瓶送一瓶，是不是一下三千万瓶？线性分析万条，不如内线一条。听不懂？股票之所以会涨，就是因为有订单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第一个知道订单要下给谁的？泰山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前先准备好股票买好再决定下单，还是下单后才买股票？下单，你下单再买股票，买不到了啦，一分钟天去了啦，不利不啦。各位好了，那我们把一万块摆进去，它就飘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各位，那涨停板一天是不是7%？对。前一阵子有没有连八天、连八、连九？有没有？有。连八天涨停板，连九天涨停板，现在还有人在连哦，连十几天还在连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的涨停板只要连续11天，你的财产增加1倍。连续11天，财产1万块变成2万块，那22天呢？4倍。33天呢？8倍。44天呢？16倍。哇，复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依次类推到140天，你的财产会达到16000倍。好，各位学一下算术好不好？这个对你很重要。10天做一个单位好了，10天是不是2倍？20天，4倍，4倍，30天，八倍，8倍，40天，16倍，16倍，50天，32，多少？32，对不对？60天，六十，算60就好了。70天，120，80天，240，90天，480，对，算500比较好算。来，100天。1000了吧？有没有？再来110天，2000，120天，4000，对吧？4000了吧？130天，8000，140天，16000，有没有16000？有没有？到150天，20000倍。也就是如果你投资10000块，这一只股票连涨140天的话，那么呢，10000块就变成2亿台币。各位有没有一个人叫做王志远是吧？杨志远，那个是谁？雅虎的吗？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成立了有没有入口网站，对不对？他一下子是不是在美国股票上市一天之内就飞天了？没错吧？有没有一个叫阿里巴巴，记不记得？这一家公司在美国上市，有没有一夜之间他身价整个公司是3200亿台币，他个人有没有就900亿身价，一天之内？那是因为我们台湾自我设限，股票老是一天只能涨7%，有没有？在美国没有这个限制吧？人家只要觉得你这家公司值钱，再高的价钱都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前一阵子有没有那个 AIG 南山人寿，本来100块美金掉成了2毛钱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样啊？那各位，如果这条通路成功，可不可以在美国上市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对吧？哈，那我们刚举那个简单的例子。好，当我们1000万人全部买泰山沙拉油，你的股票从10000块，有没有？不要涨太久吧，好不好？涨到100块，10块涨到100块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有没有？刚刚是不是算过了？OK， 好了，变到100块，那你的10000块是不是变成10万？好，那请问你，如果你买一个房子1000万，你贷款2000万哦，你会有什么下场？啊？你会被抓去关，叫超贷，贷给你那个人有没有也有10万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可是你买一张股票，有没有30天后你涨成有没有10万块？那你可不可以融资一半出来5万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是不是放10000块进去了？那现在股票涨了，是不是可以再把钱拿出来？可以。可不可以把5万拿出来？ 可是你的10万块是不是还在里面？那张股票是不是还在？通没？那你又把5万摆进第二家，有没有？叫易美，易美卖什么？冰淇淋。冰淇淋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请表哥，夏天到了，有没有？通通冰箱里面塞冰淇淋，10万人一个人有没有100个表哥全部塞冰淇淋？各位，请问你会不会有涨停板？对。会不会？对。会嘛？一样到100块就好，到100块就好，好吧？5万块就变成50万，再把一半贷款出来，25万就变成250万，
有没有？再把它贷一半出来，125万就变成1250万，再把600万拿出来，600万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变成6000万，再把3000万借出来，就变成3亿，再把3亿的一半拿出来，1亿5000万就变成15亿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所有的有钱人就是这样玩的啦。有没有一个叫郭台铭？有。郭台铭是不是一家叫鸿海？对。是不是涨到几百块？110，对不对？最高的时候是不是300多？对不对？后来是不是又鸿准？是不是融资出来就并购第二家，后来是不是有第三家群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叫鸿海家族？你会发现有钱人都在玩这个啊，你想不想一起玩？你只有10000块哦，很难玩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10000块，还有1000万个表哥哦，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好玩的要死哦，烦死哦。接受吗？接受，接受。好，各位，那如果我们把10万人串在一起，我们有多少商机？这一条通路叫黄金通路，为什么叫黄金通路？因为它真的比黄金还值钱。有人际网路加上科技网，加上科技，那么它就是天下无敌。各位，现在是不是很多网路公司像亚马逊，是不是有在网路上卖东西？可是没有人际网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有交情就有交易。他是陌生人，他不见得会上你网路，可是因为我的关系，你会上我网路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是不是你就会上我网路？再来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朋友，本来你不想吃水饺的，现在我是在比赛，后来就买了2包回去给你妈妈，有没有可能？对，是不是影响力就是财富？对，逻辑通不通？哦，所以呢，以微软比尔盖茨来讲，他拥有网路，但是我拥有人际网加上科技网，所以就是我可以干掉他的条件。再来，他只有卖软体，我是从摇篮到坟墓，从奶粉到灵骨塔，对不对？蔡万财只有做金融业，啊，我是连棺材都捅过，我厉害。好了，大概举几个例子好了。各位吃饭有没有一个叫阿基塞？有没有一个叫追给塞？阿瓦塞，关你什么塞？有没有？好了，那他是电视上很多人在教学如何煮菜，那可不可以在教学同时一样数位化进入网络？那家庭主妇回到家里面，对不对？自己想煮什么菜，对不对？乱炒了没有？老公都是跟人家一起吃晚饭，不厉害。为了让他回家吃晚饭，要不要学一下阿基塞了？有没有？就一按有没有？阿基塞你拿出来，有啊。阿基创啊，有啊。我要吃宫保鸡丁，有没有？我人爱吃宫保鸡丁啊，去哦。阿基塞来加宫保鸡丁有没有？那要不要食材？要嘛吼，那你来按啊按啊。你要煮熟送过来，还是要半熟微波，还是要全生的你自己炒有没有？会不？那一个礼拜前，你就把你这个礼拜的菜单把它按好，按到时间就可以宅配到家了哈。各位，现在的科技办得到吗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所有的家庭主妇全部都交给我们帮他料理啊，你好。这个洞永远填不满，对不对？每天都要吃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个生意有没有很大？叫民以食为天，对不对？一嘛，赶快。各位，我们平常去百货公司买衣服，要不要试穿？要。尽量脱起来，换一领，穿了无解，搁脱起来，搁换一领，安尼袂忝哦。起码唔免安尼啊啦，把你自己的身高有没有身材稍微弄进去，把照片也拍进去。然后现在很多有没有那个衣服的公司都在网络里了，这一件衬衫配这个领带，配这个皮带，配这个鞋子，配这个裤子，配一配，不喜欢有没有？这件拿起马上放过去，哎，可不可以啊？配到满意，还有专家建议什么色配什么色代表什么，也是吧？配好了也要 safe， 就到工厂，工厂做好，咻下寄过来有没有？各位，请问你网络的百货公司有没有比搜狗还大？有。成本有没有比搜狗还低？有。那如果这个网络百货公司成型哦，那请问你这个生意可以做吗？可以。再来，接下来叫住，对不对？食衣住嘛，哈。各位，每一个人想要买房子的，我们透过我们的服务，告诉每一个表哥想不想买房子，然后他买想什么房子，现在有没有 3D 动画，可不可以自己有没有装潢？没晒了，我沙发要摆这，我摆这一组摆摆看，不喜欢就换一组，没晒了。好，家电电视要摆多少寸的摆在这里，敢没晒？能摆喝谁叫量身定做装潢，你敢没晒？买房子统购，装潢统购，家电统购，沙发统购，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一个叫 IKEA？ 有，是不是只把那个有没有家具让你容易组合，容易有没有运送，这样它就成为全世界第10个有钱人，一个 idea 而已，对不对？